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格格，给大家录一首历史课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然后喜欢的宝贝儿记得给我点赞、转发、弹幕 ，Thank you。开始喽，我的宝贝儿。到底论古今的买词也需要创新，穿过中原到大漠啊，尖尖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冷魔，勾践王润杀董卓，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斩将已无数，说三英无法挡他路，要问三英哪几位，关羽张飞和刘备，三人成兄又到地，那么舅舅桃园三结义，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俘虏，三顾茅庐请诸葛，梁山海号战方腊，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弄歪唱。希望所有宝贝能喜欢，我是一个新主播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Thank you， 记得关注我哦。入云龙公孙胜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争雄，木叶叉孙二娘就爱欺负许瑶瑶，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，花和尚鲁智深带着链子开大奔，阎千罗暖小七成天成宿打飞机，小旋风是柴进坐着地铁玩微信，那么这个屌丝真给劲，说青龙白虎身上印，毒火星是孔亮爱吃大葱斩大将，矮小虎是王英，那么巨人来月经，铺天射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那么随时随地要他命，神火将魏晋国为了金钱眼前裸，叫蓝虎是陈达走私毒品抽大麻，九尾飞逃不梦，身宽体弱非常胖，我随时随地把臂放，那一浪高过另一浪，以上全都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，哥哥昨天受了伤，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，那么带来人我就开枪，昨天梦中丢了魂，带上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，跪下叫我哥大人，谁要再敢欺负他，